然后再换了个红夫人。我溜。你放镜子，我就给你玩板子。哎，有高低差，你就很烦。看条，我像是、这里还想打双刀。完了，白给你了，幽冥也不弹走，幽冥倒了。就很皮，还跟他玩板，他都二级技能了，还跟他玩板。哎呦，那是真敢贪。哦，有机会，摸起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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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。
我用命去。哎呀，手机子重新起了，走了。累不累啊？你这手机子你要守不住啊，你又要守。直接点了。压吧，结果想把它卖了。平了，平了，平了。兄弟，你在玩蛇皮？真是，我去世了。这个人怎么这不？发个信号，让队友知道我在这儿。白给我们枪交了，还吃个无人。可以开始卸。
怎么这么快就倒了？到调暗室救了。差点机子呀！两人都倒了。你搏命，你搏命不给两，那你想等什么时候给啊？打一刀再给啊！哦，我懂你意思。你是这个打个红圈，然后再给两。你跟别人不同意的。正好机子被收了，没喽，下局见喽。谢谢青叶的小心心。直线奔大房，这真的不会是个刷连败的吧？总感觉这把不得劲。
看出来了，真的是个佛系人，那还敬礼的都。我的内心毫无波动，只想笑嘻嘻。修个机子还有配乐，多爽啊！真的是个瓜皮。真的是刷连败的，我珍宝我也拿到了。这不会真以为我佛系了吧？百分百巨蟒判定到我这还是强啊！先啊！
就不玩，两个人其中一个人都能死。 倒是不会平，顶多跑一个。 这班律师他以为我刷连麦了都。 真是，这就是给了个钱放在这。 敢跳？这干嘛？这是不想玩了、啊？
送猴子。我都没注意看我的那个丝，尴尬。还给了个啥东西给他呀？这个前锋优秀，这都能辨识？现在干嘛呢？可以999了。999网络，他救人还犹豫一下，本来恢复的就快。这是跑哪去？开箱子，开箱子只有那个T型枪有。别人都不想玩了，何必呢？累不累啊？又不好了，等会又要去救一波，哎呦，又要丢。看他家是应该在医院里面。
他们不累，我擦刀都擦累了，不停的在擦擦擦的。还看板子的，白痴头。哎，那个厕所咋回事？炸了呀！别问你情况，我不杀你。这个人也是牛逼，残血修机。再见了，您呢？搞事情啊，那你坐会儿呗。
黄衣还是强啊，金光厂的黄衣都打的都比 A 骨鬼要好。这演员真的是皮痒。 皮痒就算了，还探板。 干嘛啊，这空姐！ 就是挺秀啊，这才有意思嘛！配合的一坨屎啊，不想打。 那全村人的希望就靠你了呀，前锋。
空姐，我有点慌啊，空姐，来开枪。干嘛、啊？可以，又到了秒人时刻，把他先知秒了。还在那修，你想走第一脚喽？他放弃了。机子摸过了，这么怂，没感觉像机师，还真被我说中了。可以，想个办法把他秒了。那走位问题大了一批，墓地的板子没我都没踩，你就开始转点，这能转哪去了？卖了，有洞完全都可以去转那个中场里面去了。佣兵压力大哦，白给而已。三层后遗症，足够你躺地上了。来来来，祭司灵性一点，把这板子下了。一点都不灵性，给他佣兵加个触手，恢复的慢一点，看起来太快了，应该是卖掉了。我趁着现在有挂人加速，赶紧把他挂了，不然等会挂不到，离得太远了。有一个人在逛街，一个人没修机子，他中场也不修，他墓地也没修。有一个人在玩蛇，他现在开始修，先不着急。差点直接被他回血了，贼得很。双修了，跳下去了。
追一会儿吧，追一会儿，我要看看情况，现在不知道情况。 把人踩掉，因为这机子修太多了，不踩掉的话麻烦。我感觉这机子要开了呀，确实是时效完了。 这个刺激，舞女往小木屋跑了，小木屋那个应该是有两个人，这下好了。 没交流好，两个人机子全被干扰。屋里不应该往小木屋走。这还有心情去放烂盒子的，都没心情跳窗户。 拖地，这边丢个眼，不着急。他妈的修机子有的好受的。 哎哎，杀人了！
我倒想看看是我差眼慢还是你盒子慢。没事，我接着丢。下局见了，兄弟们，佣兵翻车喽！还摸人，还真给他摸好了，不着急出刀。摸这么快啊，没护臂了，干嘛不锤？还二挂呢？吓得我都炸鸡了，我的妈，有这么慌吗？你再切，你修吧修吧，你再修十秒，你加油啊。失误了，问题不大，这样把你挂着抓了一样的。哦，听见你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他不带那个披风的话，好吵啊！呼了吧唧，呼了吧唧的。谁这么膨胀啊？怪不得膨胀。锤锤锤，前锋也锤。来，过来撞我。开球，这啥意思？只能拉距离了。
然后二咬的时候再放出走 ，OK。 没放好，等会再放一下。 感觉不是你救我，开球啊，开不开，开就对了，鸟不交。 拿三药，药片出来了。 再大不了就把这个野人给锤了，哎，也可以，再把野人杀了。
然后其他四个人让他们走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真的假的？临时用个闪现，临时用个闪现，快乐一闪，简直慌成一匹马了都，养娃娃一架。刷连败不存在的，我都刷不了你们还想刷，等着输吧，等会儿就给你投降了。你们这些人搞骚操作自杀去了。OK， 开始逛街模式，再等120秒。说不定他们前面刷的连败，今天晚上就得栽我这了。我反正是开心，他开不开心我不知道。
我反正开快乐。这你还能弹到地窖去？平局也一样断，嘿。乔安是在想什么呢？你做梦的小女朋友吧你。又开始搅屎。这个前方发不是跟那个野人是一伙的哦。不想挂了，估计是一伙的，看那架势就像。这四个人怕不是全是一伙的。来把这个调音师锤死，锤死我就不搞了。看出来了，全是一伙的。我以为就那个前锋是一伙的，结果发现这四个人全是一伙的。
可以，等投降了。娃娃坐车不能切，懂了，开个门。看能不能一人做一个。做不了。溜溜球，还有一分钟，再晃那么一分钟，本体不能坐车。你不能坐车就不快了呀。